我刚才还有注意到一个点，我们最后推测是他去把那个人约到了天台，他把他杀掉，但是那天晚上因为流星雨，所以就会非常的冷，而谭太太第二天她戴了一个口罩，她感冒了。是不是当天晚上受凉，所以说我觉得相信我的直觉吧，希望正确吧。